嗨呀，嘴巴不一样，嗨嗨呀，嗨嗨嗨，诺娜有才智包哦，都有才智包哦，有两个哦，先装第一个，后装第二个哦，装才智包哦，哎，你没装，第一个，第一个装第一个，第一个哦，先装第一个哦，装第一个，看我打字，看我打字的，对对对，第二个要装吗？第二个不用，装第一个，那我装一下，先打字。八点啦、啊！哎呦，八点喽！他那个声音好，哎、欸欸，他头上有、哦，他头上亮亮的，是啊，我感觉像是饼干诶。再一次，再一次，被卡成一半。那你再一次，是不是？啊，再一次，声音诶，哎，两个声音，听起来像八点，要靠近，要靠近，嘎嘣脆，八点，嘎脆，嘎脆，哇，你好脆哦，宝宝，好粗，好粗。有没有都进来啦？有没有装上来了？点名点名点名！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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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装。哎耶！好的，给波波一个船票，证明你到了。船票？那我要怎么甩？所以我要到波波面前说，我要告死你，这样子吗？你这么凶啊！这么凶啊！开局开局，素友。I will sue you。这个游戏叫做抓鬼特工队。好不好？两队的躲猫猫对决，他会轮流，一队先当鬼，一队是抓人方，就是猎人。对，那五分钟后就会攻守交替。那游戏很特别，你是鬼的话，就像我们现在这样子，就是一个灵体的状态。对，那游戏开始进去的时候，前30秒还是一分钟，就是鬼先行动，要干嘛？你可以去找一个好地方躲避。那以及呢，放上你身上的鬼，你身上会有一些鬼是可以放的，嗯，放小鬼。对，如果你不放的话，到时候时间到就直接原地砰大爆裂，好吧？原地砸就对，你要放在同一个点也都可以啊，只是猎人找到的话，他就一口气抓。那猎人呢，就是要可以，对，就来抓这些普通的鬼。你放的鬼，他会可以让你放两种，小鬼跟大鬼，哎，那时间到都会一起出来。对，那。猎人就是努力的把这些鬼抓进去，那当然除了你们放的，他就是原地在那里。猎人也可以抓玩家，就是幽灵。对，那幽灵的话是你可以四处去跑，对，就是移动。OK， 好，大概是这样。抓鬼啊？对，就是我一开始说的叫做抓鬼特工队，所以在抓鬼。分两队，一队是鬼，一队是猎人，哈。好好，就抓鬼，应该够清楚了吧？清楚吗？猎人有一个特别的哦，因为我们人很多，所以猎人七打七，所以猎人一定会可能可以抓到很多。那重点是猎人就是我们的抓鬼特工队，他的吸尘器里面最多只能放三个鬼。哦，当你抓到鬼的时候，你速度其实就会变慢。那要怎么办？要把这些鬼放到垃圾桶。哦，垃圾垃圾车。垃圾桶的位置是随机的，不会只有一个垃圾桶，会有很多。OK， 好，那你吸到别人，你就要把它丢到垃圾桶，才会真的加分。好，这个很关键。如果你吸到是玩家鬼的话，你不早一点把它丢到垃圾桶，它就会自己溜走，会跑出来。哦，跑出来，所以丢垃圾桶很关键，好不好？好的，好。嗯，啊，大体上就是如此啊。那游戏它有一些额外的东西，不过那时候也没有玩到太多。就是比方说，它可以减分数，它的分数其实就是灵魂啊，减灵魂。那灵魂你可以开启新的区域。对，它地图就是一个村庄的大小，但你开启新的区域的话，你就可以走到别边去，就可以躲藏的地方更多。那这也是鬼可以去做到的，因为你猎人你不一定要开啊，因为你开的话可能反而让鬼可以跑过去，所以你鬼在躲避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原地躲，你也可以四处的跑去捡灵魂，然后来去解锁新的区域。那猎人捡灵魂的话也有好处，就是它中间会有很多的宝箱，那宝箱里面会有额外的道具可以帮助你。嗯，好吧，对。那以及还有一个地下室比较特别啊，就是它还有一个这个瓮。这个瓮如果给他三个灵魂的话，他给你一些特殊的药水，对，但这些都是额外的玩法，你没有用到也没差。你只要知道猎人五个灵魂去找宝箱，就会有一些好的道具，好吗？好的东西 ，OK。好的道具呢，比方说像是远光手电筒，因为猎人有手电筒可以去照，就是照，因为大家都是灵魂状态，比较不容易看到。那你用手电筒照过去，就会有一些显示出来，很明显，对，会晃。那远光手电筒就是可以照更远。
然后还有一些像是五级灵动，附近有幽灵的话，他就会告诉你，哎，五级灵动有问题。EF 侦测器，对，侦测器都有这些东西，好吧，可以去试试看。好，好，那因为人很多，我们等一下游玩，分队就分开来哦。OK， 好，分队分开来。对，都通话分开来，两队分开来。OK， 好，没问题。那我们全部都是紫色，就是随机分队。好，就这么随机哦，随机随机。好，对。那现在最关键的就是大家都要一起跳进来，要一起哦，啊，不行，差一秒就不行喽。大家都准备好了吗？好呀，好呀，一起进去。十秒，不要掉下去哦！不要掉下去哦！跳回来，跳回来，跳回来，跳回来！好，蚂蚁不在，蚂蚁不在，蚂蚁，蚂蚁，蚂蚁！嗯，聚聚了，聚聚了，没了，没了，没了！蚂蚁完了，蚂蚁了，有了，有了，有了！我们到了，有了，离开了，因为鬼要移动了，猎人离开，鬼，猎人去另一边通话，猎人拜拜，猎人拜拜，猎人拜。怎么做？大家长得好可爱哦，好像那个超级小兵哦。你们你们有玩过？知道吗？这个我们这里没有玩过。赛道骑士猎人吧。对，抓鬼的呢，我们手上会有一个灯笼跟一个吸尘器，然后这个灯笼就是，如果你旁边有鬼在附近的话，这个灯笼的灯也会照到他的尸体。嗯。哦。对，然后这个吸尘器就是好像我记得是按右键可以吸吧，就是可以把鬼吸起来。哦。那、啊、我们等一下会被关着啊，等一下会打开，我们就可以被传送出去。然后重点是大家就是地上会有那个小小小的光点，就是灵魂可以捡。他捡的时候可以去开宝箱，然后地上应该会有他们放的小鬼，啊、小鬼也可以吸。然后主要是我们要先去找垃圾桶，然后找到垃圾桶之后跟大家讲一下垃圾桶在哪里。等一下啦。好的，有了。因为抓到人一定要就是放到垃圾桶才行。丢垃圾桶。垃圾车，第二个东西这是什么？为什么我变成吸鬼啊？哦，不能开门呢、欸。哎、欸，你为什么死掉、啊？对，我变成那个观察者，为什么？还是我们开场的时候我们两个人死掉过？啊，有可能。我跟波波，好，没事。啊、有事，出事了。哦、这是用来吸鬼的，偷偷是不是啊？这个吗？对对对，那个吸尘器是拿来吸鬼魂的，然后地上还有他们放的小鬼，啊，他们如果是人的话就是大鬼。那怎么、啊、地上都是小鬼，是不是？对，地上都会有。小鬼按住右键很明显，是不是？还是就是会有一只小小的鬼魂在地上，蛮明显。那如果有那如果那种很像那什么粒子效果，那什么？我看到杰克了。我想说是不是萤火虫而已。就是如果远远一颗在地上，那个是灵魂可以捡，就会亮亮的，会有一个东西在转的那个，那个是可以捡起来的。有垃圾对，然后红色的话是五分比较高。哎、欸，还是三分忘记了，反正就是比较点数比较多这样。啊，那个红色会跑，可以去追他。红色是谁？我看不出来你们是谁。红色会跑。我不能吸团团啊！都长一样。杰克在我们起始点，杰克在我们起始点，杰克在我们起始点。我看到他了，我看到他了。团团那是假象吗？但是会有假象吗？我之前去碰他就好了，但是要快围攻他，围殴他。我吸他没反应啊。那应该他是假的。我吸，哎、欸，我吸到了，看到我吸到他了，我拿起。哦，垃圾桶在这，垃圾桶在这，垃圾桶在这。垃圾桶在哪里？丢进垃圾桶。我吸到他，他就死掉了，他就被丢进垃圾桶了。垃圾桶在哪里啊？垃圾桶在哪里？门口。四处都有，要找要找。要找一下，花园里面有。丢进垃圾车里面，哎、欸、嘿嘿嘿，抓进去了。花园旁边。哦，我抓到了，我抓到了。房子里面有没有啊？在房子里面。房子里面有。那你给我看一下，我看到了，诺英，好兴奋呢！找诺英了，好兴奋，越来越好。花园哪里？我身上那个，我们家，你往我们家走，然后右边，右边，右边，右边的右边，右边，右边，你是家里是谁？我丢垃圾，我丢垃圾，垃圾满了。我在家里，我在家里大门，有看到我吗？我丢垃圾满了。哪里？垃圾怎么丢？垃圾怎么丢？找垃圾桶。那这个是你吗？要往楼梯上走。我现在在往上走，旁边有个路灯。我记得。我看到，我看到，看到了，看到了。丢进了，看到了。有有有有。垃圾桶。啊，每种垃圾桶的位置都不一样，所以大家要找一下。哦，好的。就看到垃圾桶。我丢了谁啊？哦，看到了，看到垃圾桶了。丢了谁？看一下。好像没有哎，你好像没丢到。不是，好巧，诺英也死掉。
哎、欸，都已经被白星拉进垃圾车了，被拖进垃圾车。有看到吗？哎、欸，有没有有看到宝箱？我可以过去握十个灵魂。我有十个。开宝箱，我你找找。我想说，我有看到一个、哦、神奇药水。我刚好丢垃圾桶，有 one point 哎、欸。有那就有。有你如果捡到有小鬼丢的是一分。哦，我有丢了，我丢了。丢、哦、人、哦。这里有垃圾桶，我刚走这么远。我刚走了。如果我在地上看到小只小只的那什么。灵魂就是灵魂，灵魂啊，有灵魂。刚刚讲的啊，圆圈的那个是灵魂。你想那是货币啦，会是小幽灵的样子，就是你很明显看得出来。那个是货币啦，对，那个是钱，捡了可以去这样子。它粉红色的呀，出来吧，出来吧，别再躲藏了。垃圾桶，垃圾桶，大门外面就有了。不是大门，那个大宅的门口。大宅门口，还有一分钟，还有一分钟，啊！为什么？他们开一个新的区域了。对，他们开新的区域了。他们把一个门打开了。哦，这个可以这样。我到底有没有那个开大门要十二个灵魂可以开？哦哦，哎哦，那他拿很多哎、欸。对啊，他一直狂捡那种捡哎。怎么可以都没有遇到人？怎么这么强？对啊，好像他们在屋子里。这里，因为他们平常跑是半透明，只要你不要太靠近，你也不会看到。哦，那如果那我灵魂可以对，你要拿着提灯照到他，或者是你开箱子会拿到有一个强光手电筒。对，还没看到有箱子哎。对，我找不到箱子哎。换气哦。箱子吗？还是锅炉？锅炉是药水，锅炉是药水。箱子是一个宝箱的样子，小小的宝箱。哦，啊，没关系啊，反正这是第一场，熟能生巧。是啊，别躲在这。哎，switch 了。switch 了。哦，我们换不换？你不要去躲起来了。哦，我们当鬼了。是你还是死哎、欸？他是这样哦。对，他是轮轮、哦、的。可是你还是死的哎、欸。没啥，他闪掉是丢的。之前有玩的呀。他身上有什么道具？是干嘛的？那个是有小鬼可以放，就是拿来吸引他们注意力的。就是你可以先放着，放在一个定点，然后他们出来就会看到那个小鬼魂。最小的是什么啊？哎，为什么波波还是？我刚就讲了。那我的目标是干嘛？躲起来，你要躲起来，不要被他们抓到，因为他这个是算比分的。啊！对对对对，好吃哦。阿兹，我们这里是丢完鬼了，有时候会躲在屋顶上。我看一下，我真的没套宝箱，为什么？哎，我觉得他可以上来耶，我刚刚都没有走到楼上哎。哦，可以啊，他也可以走到屋顶上，就是那个城堡屋顶。对对对，我现在在城堡的屋顶。他们是看不到我们的，是不是？看得到。光没有照到的话就不会。他们手上不是拿那灯笼吗？光没有照到就不会。哎、哦欸，可是刚杰克离我们很远，就看到他在乱拿手、欸。哎，哦，我刚就是看到他在很远地方乱拿手啊。他、就是啊、真的？还是我那时候有？还 是没有没有没有，那时候只有我在看他而已。那时候只有我。我有旁边的路灯。我因为我记得你相信我，我开局就看到他了。哦，真的啦。嘿。因为我印象中就是很远的，你要拿就是里面有一个那个强光手电筒才会比较容易看得到，因为要不然他就是一个半透明的人这样。应该是 bug， 可能 bug 吧。有可能，还是我也有看到的那个。哎、欸。哦。那我是不是该换掉了？哦。哎、欸，我觉得屋顶的位置超过分的。可是他们也可以走上去啊，所以。对，特别是这个人比较多。我觉得他不太好绕哎。我是站在那个窗边的那个屋檐，我来看一下看不看到队友。有人说路灯、欸，我可以看得到，看得到两个抓鬼人在我面前跑来跑去，但是他路灯算吗？上来，哦，路灯是被照出来是不是？哦，有可能哦，搞不好路灯也算。嗯，因为他的路灯就跟人一样有光源。嗯，对，因为刚刚杰克也是在路灯下跑，然后我就抓到他了。哦，那有可能路灯有可能，有可能路灯会现形。嗯，因为我们之前试完的时候是没有注意路灯，没错。哦、鬼会一直拿到这个灵魂，慢慢拿。所以我们至少躲就好了嘛。对啊，就是
反正他都是统计分数，所以你越被抓越少越好。哦，好好想去捡那个灵魂哦，他在诱惑我，是不是？我会被这个灵魂诱惑，哎呀，被吸掉了，我被抓起来了，我被抓走了，我你要被丢进垃圾车了吗？要被丢进垃圾车了，就被抓起来，他们还没有。就时间到了，赶快丢掉的话。哦，我看到有七十几秒，然后就可能七十几秒过后，对对对我就可以、嗯、你就跑出来了。哎呦，被举走了！哇，我也被抓起来了。他们的垃圾桶有多明显呢、啊？我刚刚为什么我找不到刀子，找到一个而已。对啊，他们这个垃圾桶很抓的哎、欸。哇，杰克太会抓了吧！哦，因为我们都被杰克抓去了。哎，可是他的视角我只能看他的视角而已嘛。你可以切那个，切旁观看看，应该就可以。那为什么包包不见啊？对啊，他是观察的。开场的时候，反正我一开始就是观察者。对啊，对啊。我说应该是开场的时候我们两个死掉，所以进 bug。哦，看到了，那下面有人上楼了，有人上楼了，有人上楼了。对，有人上楼了。哦，这也还。所以一段时间会拿到这个小灵魂啊。对。嗯，会慢慢拿到。哎，有人上屋顶了。发光了、欸，亮晶晶，快发光了！哎、欸，他有人在你附近，那个猎人会发光。哦，他们都在屋顶，真假的？嗯，哦，屋顶有两个，是他们用药水，不是不是，因为我看到他们在弄药水。嗯，他们有、哦、可以亮哦，可以亮。他们会有那个巫婆汤，拿两个灵魂可以换，可以换药水，可是都是丢出来，不是，可是都不知道效果是什么，好像是随机药水。哎、欸，小雨，你看我一下。有，我刚听到了，我听到那个声音了，我觉得好害怕。你看到我的圣诞帽吗？圣诞帽看不到。哦、oh, ，你不露品牌哈？我没有那个，我没有装到品牌。哦、oh. ，你要看你眼睛会不会圣诞帽跑出来？旁边有一只发光的，有，典型的，好恐怖啊！哎、欸，你们做到了，你这圣诞帽被发现了、啊。我旁边只有灯光在亮，在亮。我刚一直有个嘶的声音，好恐怖、啊！他是在乱吸啊！那个吱吱吱的声音，稍微显得完了，繁星要被丢去垃圾桶了。嗯，他是好强哦！他没有看到，他找不到吗？他找不到，不要找到，不要找到！他没有找到垃圾桶哎、欸！不要啦，不要！这是谁？那么笨是谁？哇，前面有一个哇！不，哎，为什么？为什么他看到我了？完了，我被杰克抓走了。你也被杰克抓走了？你被团团吧？对、欸，你被团团家抓走呢？啊，可是被抓了。啊，可是团团好会吸哦。对啊，他们好会哦。那怎么这么会抓人呢、啊？拜托让我过！快快，剩下十秒，剩下十秒。交给你了，好无聊、哦。没问题的。我看到我脚下好多。哦，是在我们两个啊、哦。对，是你的梦那个月。耶、yeah! yeah!。Yeah!啊、是什么怪啊？鬼队是Team Bat 吧？那个什么蝙蝠？蝙蝠差了七分，差一点点，欸、差一点点，我也是很烂、欸，差两个人，上去吧。好的，那好像就这样子了，六打六，嗯，等六打六，对，六六。好啦，我、哦、他真的有限制，那我们就是。一个专业的天眼兵啊，有没有？啊、反正都是随机的，好像只能六打六的样子，因为他地图也没有说明清楚。六六啊！我以为是我们两个刚刚死掉、欸，哎，就是啊，你们刚刚没有是我们，因为我们开场不是死掉，开场死掉啊！哎、欸，小雨，你们一队、欸，你们一个人啊，我们一个人啊，刚好变六六啊！可是小雨有当天眼兵吗？有啊，我是天眼兵啊，我在跟他们讲说怎么玩、哦。那现在就是不要死掉，进去看看。现在不要死掉，直接进去看看了，因为刚刚有被弄死，这两个有被弄死、哦。对耶。对啊，我想说是我以为是我跟波波。他可以，你可以把那个语言的 Unicorn 关闭，它就可以完整的显示。我刚刚有，现在是完 Unicorn 关闭 ，OK 好。刚刚的笔数是那个，你滑鼠游标移过去也可以看到他的玩家是哪些人。嗯，有哎，好。像刚我那队是南瓜队，安小雨那队是蝙蝠队。蝙蝠，对，49-42，其实蛮接近的。嗯，就差七分而已，然后。
鬼收集最多的是团团17分。好哦。Monster Point 啊，分数最多的，然后�鬼收集最多是杰克，他是9个鬼。哦。但他分数比较多，因为可能他收集很多是白色的鬼。是小鬼。嗯。那灵魂收集最多的是孟娜。点数。啊，下面也有你自己的分数。有。0000000。我可以问一下你。7分。隐约你那个时候是有看到我还是没看到我？我有看到你，但是我的鬼吸满了，一直没卖。我想说怎么吸不起来？啊！想办法。神吸三，关键就是队友要通报说垃圾桶在哪。我们刚刚也只找一个而已。对，垃圾，但他应该不止一个垃圾桶，很多。他这里面有两个，我看到就房子里面有两个，然后房子的门口旁边其实也有。哎，没有，它每一场会不一样，每一场不同。位置不一样。位置不同，就是如果你找到垃圾桶，可以先通报给队友，这样收集到就可以过去。所以这样子哦。他注意那个房子有前门跟后门，刚刚说门出来右手边，结果在后门找不到。对，还有两边，还有两个大门。对，那避免万一都先再碰一下紫色，米菲碰一下紫色，都在紫色了。好，哎，梦到碰到别的了，别的了，别的了，别的了。那等一下一样哦，猎人下去哦。好，三个一跳下去。哇，他应该是可以。我要对不起小雨，对不起波波。啊，铁眼冰。我等下看到你们，我会当作没看到。看看，谁是？好，等等等，谁嘞？有了有了，我觉得应该是。我是这个鬼，我是鬼。好，波波跟小雨在那里下来呀，下面是野人，他们不管。好，是猎人，好，这边是猎人，这是猎人，猎人组，猎人组，加油，猎人组，吸爆他们，绝对吸爆！等下进去也要看看垃圾桶在哪哦。好，有看到一个就可以说说，他垃圾桶到底会有几个啊？应该蛮多的。我刚看到两个，有一个在庭院的角落。其实我那个房子里面蛮多垃圾的。哦，所以房子里也蛮多。是哦，房子里哦，他那个也可以说，这样就很方便。对，可是房子的很不明显，我刚好看到一个在书柜旁边超暗的。好来喽，来喽，加油加油加油！双哥，抓双鬼了！我躲在屋内，我找外面呢。那边有一个垃圾桶，出来右边就有一个垃圾桶。那里哪里？那里出来右边就有个垃圾桶。右边角落。你慢慢吃啊！你慢慢出来右边，你先吃。哦，我这边已经抓到三个小鬼嘛，小鬼对，出来右边。大门沿路哎，我们重生点的右边，你抓到一个，赶快丢到垃圾桶，垃圾桶，哎呀呀呀，我看到，是什么？起始点的右边有一个，对，百宝箱哎，对，他那边有两个蛇的雕像，蛇雕像，我看到垃圾桶了，这不知道是哪一个，5块钱是可以买宝箱的东西哦，所以你看到宝箱可以存5块。OK， 6块了，我要进去找了。可恶，我吸到他，结果我是拿灯照他而已。又这样要吸到，玩家一定是追啊！玩家看到是狂追猛追。哎，这里也太多好鬼了吧？哇，好赚哦！对啊，9分啊，3个紫色鬼。哇塞，太强了！他们都在这附近哦。城堡内你们有去了吗？城堡内。我现在是城堡的不知道几楼。好，那我继续走外围，里面交给你了。所以靠那个红点在移动，就是玩家了吗？没有红点，没有。你看，如果是小小的远方，就看到那是那个灵魂，那就可以买东西，对，可以买东西。啊，玩家就是鬼的话都是透明的，你要有灯，或者他们走到灯下就看到了，容易看得到。这里，哎，拿着，放副手，先放副手啊。好。我终于灯可以放副手，我天赋异禀，我可以默默听到隔壁传来的尖叫声。天赋异禀，对了，我们现在一个玩家都还没抓到，我们要加油，加油，加油！找不到玩家，他们这次很会躲。
外面我都有点绕了、欸，我觉得会不会在屋顶有都有去了？我抓到米菲，我现在在屋顶，我现在睡睡睡。等一下，垃圾桶在哪里？屋顶有垃圾桶，屋顶有垃圾桶，绕一下。屋顶有垃圾桶，屋顶哪里？有有有有。等一下，我操纵。等等，哎，对，往那边，顺着走，找垃圾桶，我已经找垃圾桶。米菲进垃圾桶，睡。哎，哦，是大家都在屋顶哦，那我下去。哪里有屋顶屋檐应该还有灵魂，我刚刚还有看到白白的。屋顶绕一圈就可以看到外围，外围绕一圈。有你抓哈记，我知道，因为他刚刚在讲。再见。丢进垃圾桶哟！丢进垃圾桶！丢进垃圾桶！他进去。狼牙棒是干嘛的、啊？找到垃圾桶了吗？不知道哎、欸。我刚刚有找到垃圾桶吗？屋顶有一个垃圾桶，有看到。要睡，哇！我反而还没看到玩家呢，我也没看到玩家，我很痛苦。有没有人躲在这啊？总觉得他们会在外面吧？好啊。好，我外面再继续找。你们刚刚有人从高空掉下来的声音的，我刚刚跳了一下。外面，小雨他们在外面。他们在外面。你那边哪一个雕像？哪一个外面？哪里？等一下，这是什么？没雕像的那边。没雕像，两边都有雕像。我在吸一个小雨，我先吸它。好，你吸它，你吸它，吸起来，帮吸起来，把它丢掉，把它丢到那个雕像那边。我吸它，垃圾桶，真的是丢掉，蚂蚁找得到垃圾桶吗？要丢了。我吸了，蚂蚁丢进垃圾桶。还有一个，哎，屋顶他们在，哎呀呀呀，有一个杰克来啦。太神了，蚂蚁！抢啊！不进垃圾桶，把它丢进垃圾桶！睡了，蚂蚁！还有，在哪里？抓鬼大队长，蚂蚁！包包！啊，可我先丢包包。啊，包包又在绕了，在门口。哪里绕？在哪里绕？门口？哪一个门口？哪一个门？城堡门口，看看。是哦，开的奇怪了。有人开门，谁开门？我开的。你开区域吗？我开到地方要水了。哎呀，可是因为时间不多，所以其实不用特别去开。嗯，他通常都开那边，可能有一些更多走的路啦。怎么有人发光啊？为什么？对啊，为什么有人发光了？他们找到，他们还剩两个人。对啊，不知道在哪里。他们两个好会躲。两个鬼。很鬼哎、欸！外边好猛啊，蚂蚁可以，好扯，可以，换我们躲了。这个要躲哪好啊？这哪里可以躲啊？对啊，如果我们冲去顶楼之后，他们从顶楼跳下来，嗯，你有看到？我看他们下来，我们就看他们上来，我们下去，对吧、啊？可是人很多啦，因为人很多，嗯。哎，还，外围也是可以躲避一下。有我在绕外围，不要躲在灯下就好。还有三十秒。啊，我找不到，我要躲哪、欸？哭了，我不想要躲外面看看，可是外面好像没啥地方好躲。外面感觉很难躲哎、欸。对啊，外面灯很多。啊，剩十五秒了，先上楼，等一下再看。哇，我在外面呢、欸，完了。I'm so scared. Oh. 你跳吗？啊，这里没有，这边没有楼梯，怎么办？小心！这边上楼，万一……这边很慌张，大家很慌。我在想，我的圣诞帽是不是露馅呢？不知道哎，应该还可以。我听到。好的，我听到。躲起来，至少反正光不要照到你就没事。不要被光照到，最关键。好。不好。诺不，没事，我们会活着的。说不定你可以从垃圾桶逃脱。哇。说不定他还没把你当垃圾桶啊，对不对？他还找不到垃圾桶。所以我开门的话，你已经被盗是不是？对啊。哦，被盗了就没办法。我如果开门，他们也会被尬光，对不对？这会吗？什么尬广？你要尬广跟上是不是？我想要等一下开门尬广，然后骗他们进去里面收到，其实根本没在里面。
会啊，会知道啊。我们刚刚当鬼的时候有啊。那我等下这样做。哎、欸，他们从屋顶下来有一个，阿旺，对，有一个从屋顶下来。阿旺，你小心。完蛋了，我完蛋了。跑！没有没有，他离你有一段距离，还好。我躲避他的灯，躲避他的灯。我在当天眼兵。我想去尿尿。有没有危机？弄音就可以说。放水也可以，反正只要它只有光会让我们幽灵现形，所以远离那个光线就可以了。哦，嗯，三分钟，好，所以都可以的，我们可以的。有一个猎人在外面，他在刷外围，你很危险，你在跟他对。开门我记得好像要七八块，忘记了。有猎人在屋顶上，啊，昨天在屋顶上啊。哎，这个是你酿的吗，雨月？不是，不是我酿的。我觉得怎么又是你？我觉得我走这里很奇妙。杰克，我要开光啊！哦，亮了一下门，哇！雨月，雨月，我干光，我骗你，哪里？因为我在树上，你有看到我吗？哎，怎么树上？树上，回头，感觉很 OP。变成他的视角了，回头。Shift，你蹲下就可以，Shift，你旁观者。对对对对，可是。我要跟你说一个不幸的消息，因为这棵树下有了色痛，你不抓就直接到垃圾了。那我还是不要过去好了。啊，我刚刚管不来哦，我好难过的。那在找吧，他们不知道那个洞在哪里吧？对啊，是门开了，不知道在哪里啊。在寻那个屋顶外围，那个花园有人在寻花园了。因为你他在那个吗？屋顶的外围了吗？我在二楼。去吧，我、哦、害怕。在最上面，在最上面。阿旺他们走过来了，走过来了。啊！还差一个，要来，还要再丢一个。在那边没进屋喽。啊哈哈！没看到，你没看到了，没看到。快跑！快跑！阿旺，快跑！没事，安全。啊，没气了，赶快跑，快跑，你还可以跑，我在跑。啊！你们俩活下去啊！我们活下去了，他不是我那种，我还没看到，我看门。我可吓了，尬广，直接尬广尬起来，尬广啊！完了，被看到了。哎呀，他们跑来，我要逃离，放开我，杰克，他买远光灯。跑来的奇怪的地方，我被丢了。巧克力，你可以看我吗？你这个点过分。你有看我的圣诞帽吗？哦、了你可以看我的圣诞帽在不在吗？看不到，你的我看不到。没有，我品牌才看得到，到没有哈。哦。真的，你应该还是看不到了，应该还是看不到。我看我自己看得到了。他们没跳到这上面来。哎，雨月很会躲哎、欸。哇，团团很大胆呢、欸。就是这种地方才不会看，有没有？对，因为大家都以为就是在上面。哇，雨月很也雨月更大胆。我看到雨月了。哇，雨月。哎，哇，团团，你要跑。短十秒，应该没事。十秒，他们来不及丢吧？因为不要再光下。可以，哇，可以，团，一秒，没事，好好的。我上去，好，自己，没事，我这里的，我真的嘞，我差太多了吧？欸、我说我吸到团团来不及。我们玩家活的比较多，可是鬼被抓的比较多。对、哇！看到开门有打雷，然后降在那边，马上冲过去，直接冲过去，马上往那边跑。想说团团就是要救克阿伟，跟着救克。对啊，我手就没人拿、欸，我很难过、欸。第十趴，我根本不知道你开在哪里哦。杰克抓七个鬼，小雨拿一堆钱，花五亿钱，好爽。刺激，好啊，刺激对决，真的好玩，好玩，好玩。
哦哟，最后十秒需要团团哦，气死我了！你可以帮忙丢掉，我听到隔壁的欢声。对，我听到那个团团那么开心，超大声，超大声。你知道我刚刚就说，就是你被抓的时候，我就说，哎、欸，我有天赋异禀，我听得到你，你在叫。听得到来喽 ，last call， 好，来一跳，再跳进来，等一下，然后加 render 好像就可以。嗯，温暖的人好，我好远，我好远，我来了。你好远，上来，快点上来。你有多少来了哈？能够持续活下去呢？是谁？是谁？好玩的，这是猎人。我是猎人。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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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去逛顶楼还记得那个灯放副手哦，我刚玩到一半才发现。阿旺，听到没有？哎，好，好了。火的头的，你知道阿旺刚好是拿那个灯什么灯去吸吸不到音乐吧？还是拿灯去吸鬼？我把他们，用他们的头开始。哎，我们右边就一个了。哎呦，门口右边就一个了。我跟你讲，上一场那个 Bobo 说他要躲那个猎人的出生点。看一下那边有没有出生点的悬崖。我跟杰克就晃户外啦，晃户外。嗯，哈基跟谁往上？我跟哈基进去。好，哈基跟阿汪去屋顶。好。哦，我看到人了吗？好，那我也去屋顶。米菲在外面绕吧。我也在外面绕。我在房子附近绕。蹦蹦蹦蹦。嗯。哎呦，我也没有人呢。这里。房子的那个。房子有一个入口，不是有楼梯要上去吗？啊、那个楼梯的右边有垃圾桶，上去有垃圾吗？那屋顶呢？我先上去看一下，看一下。我都没看到，小鬼都没看到哎、欸。他们真的都躲在哎户、外，好多小鬼哦、喔！天哪，是在屋内、欸，哪里？屋什么？户外有雕像那边，所以他们这次躲户外。哎、欸，我看到一个，我看到一个，别跑，别跑，别跑。外面的楼梯，我吸到一个诺伊，外面哪里有垃圾桶？我找不到垃圾桶。我吸到一个垃圾桶在哪里？雕像这边好像没有。啊，这里门口楼梯旁边，楼梯旁边，楼梯旁边，楼梯旁边。哦，拉进垃圾桶。那城堡上楼的那个楼梯出来，左边有垃圾桶。嗯，出来左边的，对哦，碎。是我瞎了吗？城堡出来，楼梯上面出来，然后左边跳下去，这里。哦，碎，目前抓两个，还要再抓，还要再抓。楼上好像没有垃圾桶哎。哦，那比较难。没有，就是没有看到。我们一样，三个往楼上走，其他人对外面看。吸饱了，我要赶快去丢分数。哎小，哎那个，其实城堡里面也有。有吗？有就好、啊。有左边，讲一下。不好。下楼梯的右手边，在柱子的后面。Okay. 小鹿，小雨，抓到你啦，小雨！发光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全部发光了？知道为什么全部？猎人发光，那 是我们玩家，他们用道具吧？他们用道具发光。哦。没关系，我们又抓到一个，再抓，再抓。再抓。丢进垃圾桶啦！哈哈哈哈哈！小雨，这就是你的归处。哈哈哈哈哈！恭喜的蜂蜜。刚上一场，爸爸们还有边边这里，我来看看呐。啊，对，我现在就在绕这个外面的边边，就是繁星刚刚躲那个点。我刚刚小雨也是躲那。那里面你们找，我再去找另一个。大家现在都喜欢躲边边喽。背后底下也有东西、怎么知道有掉下来的声音啊？等一下，音乐不要跑。在哪里？哦，顶楼这边楼梯上来有一个宝箱。请问音乐不是靠近就会侦测到是不是？
那他会五级的话，就代表就是在你附近的哦。好，就是看他的灵动。好，嗯，越吵就代表越近。哎、欸，我有锤子炸弹。我不知道锤子干嘛哎、欸。睡哦睡哦睡哦，还剩三个，还剩三个。我先把分数缴掉好了。先交掉，先交掉。交交交，小鬼也是一样，他会那个时间到，他就跑出来了。房子内还有，房子内还有，房子内还有。哦、二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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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级，三级，三级，四级，四级，四级。我听到，我在你后面，这附近，这附近，赶在还在上面哦。房子内的上面可以看看，外围我们看了一下，好像没看到。还有宝箱吗？一楼都看到一只了，发发躲这里呀、啊。哦、哎呀，好大声、啊！听不见了，在这附近啊？在顶楼。附近。啊，这边有旁边有梯子，他旁边有梯子，我抓到小鬼，抓到小鬼。哎、欸，哦，要逼的声音了。哎、欸，五级，五级，五级，这里五级，这里五级，还在二楼，还在二楼。哎、欸，抓到发发了吗？你抓到了吗？抓到了，抓到了，抓到了，剩蚂蚁跟梦娜。哎，都是我刚看到发发的影，发发是我抓的。对，抓到了，抓到了。你在顶楼哎，阿旺走，阿旺走去顶楼。走走走，顶楼，那你们顶楼再抓抓。我这边抓，我抓应该是那个繁星抓的那个小鬼了。嗯，有有小鬼一个都不放过。可是不是没有了？剩十秒，剩十秒。哇，十秒没办法哎、欸。没有一分，好不乐色，你交到一分。对啦，在我们在刚在我们刚躲的地方。哦，来来，鬼鬼鬼鬼要好好放哦。我要去屋顶，我要去屋顶。找隐秘的地方。然后重新放这里，他反而不会走到。哈哈。再来一个邪恶的地方。哎。哎。还有哪边可以躲啊？嘿嘿。哇，三十秒。鬼会掉下来。想要放自空的，是不是？对啊。有这里。十五秒喽。好，这是尝试户外。户外好可怕哦。这户外有点恐怖。三秒，两秒。感觉被灯照到，你就准备死了。对。啊，就这里啦，就这里了。啊、这里不行！快逃跑！刚刚直接被抓了！你刚刚在哪，团团？我在那个 峡谷裂缝底下，就那个吧，出生点，出生点。可恶！他们也知道了。哦哦哦！叽叽叽叽叽！是谁在那个柱子上的？我！嗨，我在另一个柱子上。我知道，我知道，我刚看到你。加油加油加油！可不可以去把那个屋顶？怎么有人在走这里啦？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这里算明显还是不明显的，怎么办？因为他走过就不会再回来了，走过就不会再回来了。我觉得那个湿地布搞不好可以去一下了，带回去对不对？对啊，他们反正都走掉了，对不对？哎、可是搞不好其他人会过去啊，对不对？没有走过的那个啊，好厉害！人家经过的地方感觉就安全哦。我刚刚躲这里，怎么可以？怎么可以？好酷啊！在最屋顶，最屋顶的。你说最顶了吗？对。我想被抓去看你耶。我上上去了。这个你那个你下来这边，我看看，那应该是你吧？不成功就杰克也在那个屋顶的四个角，还在四个角那里。你在四个角的那个楼梯那边嘛？哦。哎，你可以下来这边，我教你怎么跳。小心他们也有探测器哦。我刚跳超大声。爬到中间的最上面吗？对，那边。你说 BBB 的是不是？对对，就杰克那里，对对对对对对。啊，你们听到，你们听到，我们没法过去了。哦、知道就这里上来，哦、好棒哦，棒哦，哇，跑酷呢。好像有点强。是不是你发现了？警报好大声，警报远一点，远一点哦，远一点哦。快跑！你们等下集体跳。谁拿警报？警报在哪里？二楼，二楼的位置有警报。那没事，那没事，我再回去裂缝看了，回去裂缝看了。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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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雨拿警报器啦！然后团团，你可以看小雷在哪里，我就知道最可怕的在哪。有他在那个裂缝，他把我丢掉了，他把你丢掉了，丢掉，我被丢了。我就跟着最可怕的小雨走好了。救命啊！什么？跟在后面啊？白金牙被抓了吗？没有，我逃过，我逃过了。他进也太刺激了吧！他进底下有三个人呢、欸。不，可是这里好像没人知道怎么跳，目前不知道。是他自己找到的啊，对对，你们是中间塔的最高点吗？最高处的那个屋顶，对。哎，喵七，喵七，喵七，是你！哇哇哇！哇，吸到了！可是说谁想吃饭，谁想吃饭？可以同队吃饭。同队吃饭吗？我们都要吃豪华料理哦，然后请旁边的卤肉饭。等下杰克会把我拖下去，我就尴尬。没有，我就直接把 TP 到他们想吃的人身上。他们想吃是不是？哈基 TP 过去。哎呦，我们四个，米菲还活着哎，米菲躲哪？不是他躲，这里是哪里？他找不到垃圾桶哦，被找到了。哇！我要看哈记了。他一个算是一个楼梯间吗？哦，还是阁楼小角落，就一个小角落。哦，算应该算是小角落。哦，他进跳高哦，的树上，超高啊！你在树上。对，他们都是到旁边，所以我就一个扭就躲过了。嗯，而且我放的一个大鬼，他们也都没抓到。躲这里哦。我去看裂缝鬼，他们有没有抓到？我放一个大鬼在裂缝。哎，我的大鬼他们没抓到的哦。哦，发光发光，哦是鬼，是那个猎人发光，没事。噔噔噔噔，被抓掉！哎，没有，没被抓掉啊！早知道我就躲这里。鬼哦，剩30秒，剩30秒。哎呦！哎呦！我想去晃晃哎、欸，我要去晃晃。你去。对，他在你们对面，你们对面。走啊！哎呦，下去啊！哎呀，哎呦，哎呦，我来不及了，我去开门，我去开门，我去救客，我去救客。哎呦，有了，看你们冲过去，冲过去，耶，冲过去啊！来不及，来不及，来不及，我也在跑。哎呦，狭路相逢。哇！上去上去，好玩好玩。发现好酷点，长的样子，真的假的？啊，好酷点！房子的最屋顶，最上面的屋顶。哎呀，我们三四个人活着哎、欸！哈哈没事，我一个人抓两个、啊。没有，我在户外，我一直在扭。我的大鬼也没有被抓的说。巧克力是那个树上好猛哦。对啊。我不小心掉到一个深坑，然后我就看到团团呢。原来你是不小心掉进去，我以为你走了呢。我是不小心掉进去，我就看，哎、欸，有团团呢。哇，19分呢、欸！误打误撞，好猛好猛，好猛啊！还想说我们躲得很棒棒，抓得很多，小鬼抓太少了。嗯，好好玩啊！对，那真的很有趣。哎、欸，他这有改版过，期待他出新地图。嗯，好胜好胜，希望有新的别的地图可以选，有没有？对啊。小雨，你刚是在我旁边侦测超久、嗯，没有啊？我是绕到另外一边，有吸到另外的小鬼，然后我就先去丢垃圾桶。那我们现在换1.17哦，点一点一七怎么？1.1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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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才发现原来是我们赢了，我以为我们对啊，我就讲啊，我就想说哇，收了比较多小鬼啊，对，小鬼，小鬼都被抓了。我想说，哎、欸，我的大鬼没有被抓，我的大鬼是放树后，我的大鬼视线死角，我的大鬼是放重生区的旁边的角落，就是你们猎人重生区的，哎呦。
很猛哦！重生区角落最安全的地方，就最危险的地方哦。多手啊！我猎梦也以为这样觉得啊，就被抓到了，对，九秒。那是意外了，那是意外了，那是意外，真的是意外了。抱歉的，误打误撞。蚂蚁抓，蚂蚁刚刚也会抓。对，蚂蚁也超会抓的。哎，蚂蚁刚刚有躲一个躲超猛的，好强。完全没找到，那个是超厉害的，躲猫猫天后，超会躲。我躲同一个点已经躲了三局都没有人抓到哦，太扯了，太扯了，这张好玩，这个是啥？这个好玩，一样的，能打架能守城，这个也要材质包，材质包就是那个 UCB， UCB。你看阿旺是趴在地板上的，为什么？是他趴在地板上。我趴在地板上。你蹲下。U 是在最后，你蹲下。英文字最后面的哦，不要从头开始哦。是不是刚刚有人在那边 A B C D？ 我听到。A B C D。数很久。是爸爸，爸爸。什么东西？真的要数很久。从头开始数 A B C D。我这上次真是从头数哎，不然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算。真的好扯，你是我刚刚也念的。我有，Konami， 怪兔，我，哎，我用好吗？哎，对对对，蚂蚁队，这是一个跑酷地图，来加油！嗯，没有蚂蚁，等大家都到。青 A 跑酷地图，青 A 跑酷地图，跟我小一期装不了。哎，这材质包有变化吗？它材质包没啥差别，进去才有，进去才有，箱子有变化而已，一些小变化。不明显，不多不多，蛮有趣的一张图。它就是里面，等一下看有些人会长西瓜，不是有特别的东西。哇！哦，我在乱讲话，好扯。啊，对不起，阿纪，我不知道。先道歉，就是按错了，对不起。哎，你不要再乱按，你干嘛？你干嘛？你没有没乱按，我踩进去就变红色了。他跑到分队了，他变分队了啦。哎，你踩中间这个就好了，踩中间灰灰的就好。这里，灰灰的，对对对。哎，我装不了哎。你说一七点零？对。那你开一个新的麦块版本还是麦块？也是麦块啊。麦块，我们之前不是有一七点一？对啊，我也很纳闷呢。他说版本不符，然后我重装。嗯，一七可以进一七点一吗？一七不行，应该不行哦。不行不行，不换掉，装新安装，再重开看看。你把旧的删掉。对啊，删三次了。哇，我再看看。一七点一吧。点一，它会有点卡卡的。一开始，等一下，好像好了，好了没？单的第五次，好了吗？好，第五次。彪彪，你在干嘛？彪彪，你要去哪里？彪彪，为什么不跑？彪彪，跑酷啊！彪彪，没有跑酷啊！跑啊！彪彪，哦，真的变好，他蛮难的，我觉得要连。他那个楼梯那边就是一个小坎。对，这边要去哪里？也可以直接跳啦，就不一定要连跳。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三，有这是烦死。跑酷，哎哭啊！有啊，他进步了。不要跳这样，对，要敲钟之后我们才可以开始啊。敲钟是加入游戏。哦，完了。这是一个，哎，不了游戏了，好，嘿，不用跑，玩不了了，它是一两队的对决，嘿，啊，但不是躲猫猫了，那两队对决是城堡对战，嗯，它有一点类似怪物公司，一点点吧，一点点类似，它就是这样子，你一方在玩，你前面会有怪物出来，那你要去歼灭那些怪物，不然的话怪物就会碰你的城墙。如果怪物碰到你的城墙，你的城墙就会开始受损，就会爆炸。对，那我们目标就是要守护自己的城墙，并且破坏对方的城墙。OK， 好，好。那我们防守的话，除了那个怪物来我们要去打之外呢，那也可以去盖建筑物、建塔、防御塔，然后去抵御。好吧，它在游戏里面有一个中介箱啊，中介箱那边可以去放置
你的建筑物，就有点类似塔防的概念。那、啊、建议就是一个人去弄就好，哦、因为他建筑也只能盖六到八个而已。哦，没有那么好的、哦。对，就是有建筑物可以去防御。那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他有两条路，一开始都会在怪物那条路、嗯。那你只要靠近城门蹲下的话，你就会回到城堡的上方。那你可以去买东西啊，或者是走另一条路。另一条路呢，就是一个往对方家的路。哦、那那一条路只会。只有玩家会走，不会有怪物。哦、oh. ，所以你玩家可以走那条路到对方的城堡那里去打 ，OK， 去打对方的城门， oh. 目标就是把对方的城门打爆，这样子。先突破就赢了，没错。对，了你可以想象成就是有点 L 字的概念，直的地方是怪物来啊，另一条路过去就是到对方的家里，那那一条路就只能玩家互相打这样子、嗯、OK 好的好好那游戏中也可以去购买一些武器啊防具但是呢、嗯、你只要一死掉它就是全部都没有 哦, 哦所以这一点是很可怕的、哦、就看等一下玩会如何、哦、好好、嗯、然后它还有一个比较神秘的点就是它的钱啊会有一个是共用钱跟自己的钱嗯，那你要买东西的话，你要消耗自己的钱加共用的钱才可以。啊，两个都自己的钱怎么赚？就是你只要打城门啊，或者是打鬼、打怪物啦，打怪物都会有钱。对，嗯，大概就是这样子，好不好？试试看就知道。嗯，第一场，我看看啊、哦，要自己分队，那没办法，那个要自己分队啊、哦。那是不是要有本机分队系统吗？随机吗？我们的发射器大大，分队发射器，发射器分队，发射他机可以来射一下吗？啊，发射器，发射一下，发射一下，射一下，发射一下，设定，设定一下，设定，设定，设定 ，ready， 不是每个人去偷 A 跟 B 就好了，对啊，对啊，好啊，两个颜色啊，它是蓝色跟红色。直接这样就好了，来一人，要会不平均啊，会不平均啊，对呀、啊，就会一直抽到那个呢。七个，全部是蓝色，就只碰到一个红色，怎么办？七七，好服，那给，那个尽量用它原始的设定，我也都忘了，你记得吗？应该就这样，我看着。抽抽抽抽了就去，自己抽自己去。你是哦红的，哎、欸，那抽去哪里了？不、哦、见了，那是红的，那是红的。啊哈，我红的。我看里面不见就知道了。白对对对，红的，按上去抽，不然的话都不知道。这样不知道抽了啥、啊？哎、欸，对啊，就不知道自己抽什么、啊。那重抽吧，重抽吧，重抽吧。不见了，我的天哪！重抽，重抽，重抽，来来来，它会清除掉落物，没有，它会清除掉了，它会丢掉。对，谁先看一下里面？谁先？抽完看里面少什么就知道了。对，蓝色。看我。对对对。啊，蓝色。哦，我是蓝的，那也有蓝的。小雨，红色。红色。你先看看你是红的吗？红的，蓝的，红色，红的来这里哦，红色，来踩一下，蓝色，蓝的在这里，蓝色，也是天堂队，蓝色，哦，蓝色，剩下的红色，剩下的红色，剩下的红色，来来来，蓝的这里，可以的，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等一下，蓝队有玩过这张地图的人吗？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有没有劝君？一个人换。那那个、啊，你们那那头，你们最想最不想跟谁一队？你个选择，不他自己走了、欸，他不跳出来了。你冷静啊，我是被跳出来了。我被跳选出来了，我被跳选出来了。好哥会玩的，他们都不喜欢我。不用哭，那边也没有会喜欢你。哇，好惨，好惨。这个、啊、红队下楼喽！好，嗯，是红队下楼、哦，我是听错，白痴哦、喔！
他跳下来。我想说巧克力走下来了。我刚想说他下楼是开始游戏的意思之类的，我在等。间谍，有间谍，真的。小雨，你会盖塔吗？我都不会，我的，反正他会有一个叫跳前，然后又有跳前，又有。所以你也有玩过没？露营之前有，露营之前有玩，但是我们玩四局输了三局。没错，我们被2000毒打。你毒打怎样？怎样？我们大家都在一起，反正就是要抵，反正要抵御外敌，又要抵御那个叛变。好忙哦。他就先走出去了，我看一下。等一下，你们直接往下走，那边就是直接出去外面了。对对对，可以打架嘛？去看一下。我要怎么才会有？打怪物可以打怪，打怪打怪打怪。输出的夺寡会影响你获得的钱哦。对，他的个人的钱有点像活跃度，就是你一直有在做事情，你就会有那个钱。为什么我中介像他一阵子没有做事，他就会越掉越低？哦，我看到他右边就是那个。对的，右边是就是自己个人的钱啊，左边是那个团队的钱。我打到队友吧。不会。啊，太好了。然后就是这边前面一直出怪，跟旁边可以去直接去打人家城堡。旁边是哪里？旁边是哪里？我有放跳前一阶。我不知道怎么。旁边是哪里打人？没有，还没开始，还没开始。晚一点的时候，它会有一个 PVP。嗯。会。那我们这个就是农怪。部门转弯，对对对。对。武器可以升级吗？可以。可是你如果死掉了，它就会没了。哪里才会有钱呢？中间下面有刻什么？中间还有写团队的写，你自己的。Spider，Spider，那个是他叫 Spider， 他是跑很快吗？没有啊。啊，我盖完塔了，四座塔，我先盖那个基础的。基础塔，他有蜘蛛卡在里面。卡对。反正等一下要派人去打架了。对，要有人去打架。不然他们直接敲城门也是痛。对，敲城门很快就游戏就结束了。真假的？然后他的钱会依据你的那个伤害值哦，所以可能可以买一些斧头啊，可以就是一斧很痛这样子。对，会越痛会加比较快。了解。哦，这是他们那个吗？召唤的吗？会打人？这个是要硬的，会尖刺，会尖刺而已。哦，杀死人。会。有怕哭？是 tank。对啊，他会坚持抽粉。还、要回家，我记得是走到城门蹲下。对，蹲着。对，因为你死掉东西没，所以可以。逼的。好，先回家看看。蹲上面，我先回家。我先打一下。哇、哦，这好痛哦！他买东西，买东西就有点像那个啦，那个 sky block 可以开那个中介箱，在里面买这样。有回家了，好痛！哦，我要怎么升级呀、升级什么？就是你打开，然后它左边是个人的东西，然后看你可以买武器或者是买衣服。回家是可以回血吗？回家会回血。好哦，那我等下回去的话，会把自己烦死了。我快烦死了。回家咯，十斧了，没错。回家。哎 ，PVP 还是？PVP 现在就是，守城门那边不是有亮亮的？你蹲在那边蹲三秒钟。哎，不足够。哎，为什么没有用？没有，你要等一下，蹲三秒。要蹲着，要蹲着。然后有人在敲门呢。有人在敲门，他们在 PVP 跑来敲我们。对，跳那边，跳去另一边。他去 PVP 那边去打架。哦，哎，我一堆人呐、啊！我死掉了。对啊，天哪，怎么玩？哎、我是买错了是不是？我是买到什么？好啊，好啊，去打架。好，我们哦，那个城门口怪物要有人守，怪物要有人守，还是要很守，还是要很守。对，我先去打架。哇哇哇哇哇哇，好多好多！我们城门这怪太多了！哇，下面是怎么回事？对，哇，这是好难哦！出事啦！出事啦！有买铁剑啊？有买铁剑啊？不对耶！
为什么他可以买铁剑？你也可以买啊，可以买啊，可以买啊，你可以买啊。你钱够不够？你钱够不够？你个人的钱，你个人的钱不够。刚刚因为大家都一起在买，所以我们的团队的钱没有那么多。对，我们团队钱剩下就你要看是100多块。哎、我买比较强的塔了，我买比较强的塔了。哦，你有买吗？有，我买比较强的塔。我刚好去拆，我刚好去拆他们家。我现在，好现在 nice, 你先来，你先300，你先300。好 ，nice。他们都铁剑哦，他们的铁剑哦，他们三个铁剑哦，两个两个。哇、哦，我天哪、啊！我已属气了啊，死了。这中剑门，中剑门掉吗？哇，我们家钱不会掉，装备会掉。他来做撞门了。干嘛要先打？会他会有伤害。那我去帮忙打架好了。对，要打架。好，去打架，去打架，打架。对，我们就是。过来打会。对对对。这里啊。我真觉得这游戏真的左转可以玩得很溜了，但是也好难哦。啊！不打了，你不要打死我！打架！打我！打他们家！啊！怎么了？哎、欸，我被这种心有回血手法吗？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哦，好、啊，我先回家。所以是直接攻击他们家就好了。对 啊，对，好像是直接打他们家。哎、欸，家里会回血哦，会，回家会回家一点点。哎哎哎，死掉钱会掉了、欸。四个人，哦，钱会掉，四个人会。嗯。哎、欸，楼下二人都会掉。四个人。啊！脚底要铁剑！哇，要死了！好，我先回家一下。啊！我要回家买新武器。我们家是墙、哦、被墙。啊！啊，好强！好黑！啊，铁剑呢？啊 ，Iron Sword。哦，死掉的话，你就只剩下50块而已。哎、欸，两只。哦，好，不是啊，一直都在守啊，你喊也没有用啊。对啊，一直都有在守、啊。哦，那个虫子很烦哎、欸，那个虫超级急退，超烦。那应该会就还有直接拿斧头打啦，就是如果要打守城门的话。哎、欸，我没钱买，为什么我钱会扣啊？你的钱会扣？我的钱一直是50而已、欸，哎，没有上去了。我也 是有在打架吗？有没有在做事？有啊，加油！我有啊，我的钱是50，他一直在扣哎、欸，500哎、欸，而且我一开始打到有到109，然后我想去买东西，我都买不到，因为两个的钱都要有才能买得到。对，他有两个的，我自己的钱是一直在扣。自己的钱买就会一直扣，自己的钱买就会一直扣。它是有点类似，就是那个叫什么，就是你的活跃度。如果你对你越活跃，你钱对啊，或者是没有打死人，然后干嘛就会慢慢一直扣一点，扣一点点。我觉得现在扣的有点快，补不上去，你知道吗？我们家是那打会可以，就输出不够的话啦，我现在还在拿弩箭，弩箭就可以，要拿至少拿个斧头砍一下。好吵哦，那个音效啊，好忙哦。哎、欸，啊，我一直在那个作死。100块可以买什么？买木斧。怎么鬼抓你都被骗进来守塔了？怎么会这样子？没办法，守塔来守塔了。快结束了。哇，我的塔快被打爆了。哇。哇，塔爆了。哇，好酷啊！他有这样子的功法。难了，要钱，到底这要怎么玩啦？什么东西呀、啊？所以到底怎么玩？都只有钱、就是、很忙碌的一张，打怪赚钱，然后对，手因为他火药值伤害不够高的话，就是只会卡在50这样子。对啊。嗯，我们钱上不去哎、欸，打怪赚钱的、啊，打怪你会赚那个团、啊、队的钱跟自己的钱，你才有办法去买。嗯，对，所以其实轮流去进攻的话是最好的方式。没有，到后来我们队友都是全部都是50块、啊，个人点数都被掉了，掉到打不上去。没有，因为你们来进攻的是固定的人啊。对啊。对 啊，所以我说要轮流，因为就是防守方的人，没有，因为到后期了，我们没钱，然后他们也买不了武器，他们也打不了怪。
懂了吗？他后面会越扣越多，我们怪物解答不了。对啊，麻烦你们刚多少钱？如果你们怪物都蛮多的，都才三四百，那你们钱应该全部集中在那个人身上而已啊。你懂我意思吗？因为只有那个人打怪，所以你们要轮流，变成说就是打一打换券，换他们去赚钱。因为他也是他会自己消耗很快，就是一点两点这样直接扣，直接扣这样子。对，因为他的那个设定就是这样，因为两边是一样，但我刚刚是打怪那边钱才有，打人比较没有钱。我打人，除非就是你不能死啦，因为像我中途，我跟允月其实有一段时间都还有哈气都比较没死，其实杀人也会有钱。打怪那边你们要有买那个防御塔，有塔有买啊，对对对对，我们刚刚像我们刚刚没买，然后就其实就被打很惨。你要不要试看看，不要开那个个人的吧、哪一个啊？这一个，因为其实也，因为他的个人是这样子，我刚刚看他的告示牌介绍是说，其实那个我们就不用管，说是公有的，就是个人就是算个人的这样子。因为他你买东西的话，你要有足够的个人的钱才有办法去买。还有团队，就是你，比方说你团队钱有1000块，你个人只有50块，你也买不起。对，你也买不下去。对。因为他说的是团队的钱是大家共全部人的钱加起来，就是大家的户头总额，所以应该我不知道啦，应该是不会出现说个人的钱大于所有人的钱吧？不知道，刚刚看是这样，没有，反正这样子改的话，有，反正我们这样关好不好？就是你可以帮人家赚钱。小雨在那边弄啊，他的钱我花，可以，好不好？嗯，就不用轮流进攻，就跟反正你们出去就是打架的也会有资源，然后就是大家打怪这样帮忙，这样比较简单一点啦，不会你又要打到一半，然后要再回头打怪这样。好的。那关键是那个、就是建筑还是要有建，尤其是他可能要建一些比较二三阶的比较好。还有就是那个啦，就是武器是会掉的，所以。如果要死了就没了，对，你 还是建议就是先那个吧，防装在。然后刚刚哈基也很特别，他有买到羊毛，所以其实也可以去盖东西防守城门。在中介箱那边有剑跟装备嘛，他最右边那个是特殊东西，像剑石啊什么在那边买，他也有羊毛。开场说不定可以一两个人抽空去看看，因为那些我们之前也没有盖过。我刚刚想说怎么有东西，对，刚刚想说那是可以挖的吗？挖怎么没有下去吗？开场还不行，要等 PVP 开看看。对啊，那 PVP 开启才能、你下去，然后他们都已经过来，那怎么盖？边打边盖啊，边打边盖，是喽，盖的丑而已啊。好了，没有，可能没有回答到你的答案了。好了。来，试试看，再一次。好，昏，我先。红色。我来，你来。Yeah， 红色。蓝色。啊，红色。蓝的。哦。红色。怎么有点眼熟喽？哎呦，没人敢。干嘛？红色。蓝，哎，没有哎，没有，不好意思，我讲错。哦，其他的蓝，我错完了吗？错完了，都是蓝色了，剩下的进来就知道了。好，有不一样，有不一样，有不同啊，有不一样的人，有。哎，蓝色下楼，我是蓝色。哈哈哈哈哈！我是下楼。这网的，那你是红的还是蓝的呢？有间谍。间谍。我们这里刚刚会买。不要踩到灰色哦。对啊，有人会买箭塔吗？箭塔。地上。我刚刚都在去打他们。是没有，你是打我们啊！我们两个刚刚对的。对啊。你是打我们。那等一下，谁负责赚钱？我想去打怪，我也想打怪，我不想打。我要去打门，因为小雨弄赢好了，三个人打怪。好，那我先去买塔。买塔，花大家的钱。可以啦，现在是大家都可以打怪了。对，现在只能打怪啊。对，你刚怎么反将一军？装备好像不会消失啦，看要不要有钱先升装备吧。
不会吗？消失哦，好像不会，不确定，剑士会消失，剑士会的，武器是会的，所以其实我刚买斧头，就是你没有装备情况下先买武器，其实蛮亏的。看看吧，我记得好像没有消，不确定，不确定。你刚刚有被你们刚刚有被打死吗？你们穿中之后我没打死，不确定，对，我不确定，打不死啊。我买个跳钱，买个跳钱。好好好，我等一下试看看，我就先买。你先买，拿回去反将一军吗？你装那个铁链装是多少钱啊？铁链两三百吧，我等一下去看一下，我记得装备都蛮贵的。对，对啊，反正现在不用看个人，我去看一下那个到底升级里面有什么贵。好，你之前不能看，是因为你那个点数自己慢慢掉到没有。他原本的玩法应该就是说，可能我们自己这里面再分两队，就是说 A 跟 B。同时 A 去打怪 ，B 去 PVP， 对，然后打一阵子之后就 switch， 再 switch， 对，对 ，switch 之后就可以你刚打怪的钱拿去买装备，然后就玩这一波，嗯，另一队就先赚钱，就这样一直交换赚钱。你们生下去会死掉吗？会吧，有人掉到世界外了呢，你看到吗？你跳到城墙外好像就掉下去世界外了，对啊，对，就死掉，怎么样？跳下去就死，对，就死，会怎样？快速回家，死回来啊，快速回家。死回去比较快，因为你回去还要站三秒，然后再爬上去，死回去比较快。可是东西会不见啊？他现在，如果你要买武器的话，现在，如果你已经有买武器，哦，现在哦，现在。我先买基础的。买十件的，因为买十件可以啊，他开局就十件了，我觉得可以买斧头，就是因为他的伤害会。斧头打城墙真的比较快。打怪也比较快啊，就是一开始的僵尸大概打两。我刚拿十斧打你们墙，我打了300-400。嗯，好痛好痛，走不上去了。哦，时间差不多了吗？他有计时，不知道哪边有没有计时。刚刚是三分钟，他说三分钟诶 ，unlock 直觉。嗯，直觉。unlock。unlock。好啊 ，unlock 啊。你的心昂大颗吗？我先去回个血，被烦到快死掉了。嗯，我饿肚子被烦到快死了。回家就可以，回家就被烦到快死掉了。小坏蛋，冰的塔要400块。哎呦，冰，冰，冰，那个尖刺被冰，很烦。全部都在那边打架。我过去了，我过去，练。冲第一波，冲啊！家族，大家怎么力跟我死的一样？日三，你说直接冲一波吗？就是有我冲了，大家都冲了，来了，来哇！他们也来了，都来了。哇，他们有羊毛哎，对，还想叠？哎呦，很会哦，哎呀，敲门了。啊，死了！有，我也来叠一下。铁剑呢？我的天！开局铁剑呢？哇，他们就是投资给打架组的，是不是？嗯。啊！他开局给铁剑呢？没有，我死了。还有人吗？死了。这里，有了！哇！秀！哇！他绕过那个，有死掉了。哎呦！我再去买羊毛布。你们钱就尽量花吧，我们在赚钱。对，我们在赚。哎呦！免洗几的？因为我们死掉会扣钱吗？死掉应该不会。有也扣哎。哦，有扣吗？录一下。可是有人在花钱。哇，他们已经在那个蹦蹦蹦了。痛！有那个城门。城门啊，我是小那个中介门，中介门很烦，很痛。这死了，木剑真的打不了多少敌。你买买十件，我回去买，我回去买好一点的剑。对，啊，钱我们努力，你们赶快打，好，给我回血，给我回血啊！白痴，我走错地方，哭啊！你是不是想来帮忙打怪？不，快死了哇！
能回血吗？啊，他自己死了。回家蹲，回家蹲，回家蹲。人太多，人太多了。哇哦，孟娜拉师傅，好狠。是 OK， 有靠团团了。是，是铁桩啊。啊，我被中间树卡住了。中介吗？他们下来了。中介吗？可以帮忙开个路吗？谢谢。哎呀，我死掉了。对，中介门，啊，我死了，中介门超烦的。装备不会消失的样子哦，装备不会。对，你们，那你们可以，装备不会，先优先买装备。升装备，升装备优先。好，好，我当买剑，他买剑。嗯，装备有405，哇，对，是装备蛮贵的。杰克来了，杰克来了。他如果不会掉的话，就很赚了。对，再赚就有了，存在就是。没事，你们就看到有400多块的时候，就先去买装备。这个门在敲是谁？是我们的被敲吗？我们啪啪啪是我们的。OK。过一个线。有400块了。哎，我的钱怎么又没了？我们家里怪物是不是撑不住啊？家里被打。怪物可以吗？怪物还行，还我怎么一听到怪物被蹦蹦蹦啊？对啊。勉强一点点。等一下，家里怪真的没问题吗？一直跳怪打怪，有啦！撑不住，撑不住，撑不住，我来帮忙，来帮忙，来！有一点点，有一点点。哇！哈哈哈！等一下，我射，是不是有远程在射吗？我们家里的 PVP 区也爆了啦！哦，都爆了，对对对。我打一下远程助攻。PVP 区哦。哎呀，快死了，快死了！完了，好像怪物很多，怪物很多。你怎么了？笑成这样？等一下！啊！我被打下去了！啊！咚咚咚咚咚咚咚，有点痛苦，有点痛苦啊！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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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墙，咚咚咚墙，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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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墙。哇！死掉了！怪物撑不住了，怪物撑不住了，怪物！完了，怪物撑不住了，他要爆了，他要爆了！怪物很痛。很硬是不是？对，太多了。那这样子要怎么样打会比较好啊？怪物的部分。对啊，我就是一直不知道这个应该怎么办。他们有守哎，他们有守住哎，很强。他们有守住啊，他们有守住。对啊，因为我们偷听一下他们的。对，偷听一下他们打怪。听一下他们的概念是怎样？偷听一下。你看，看人多好像也是差不多。啊，设定能设定的比较少啦，对。嗯，你们的打怪怎么撑这么久啊？你们怎么撑得住的？我们就是三个人一直狂打而已。三个对啊，可是我们也是三个狂打。三个人啦。你们的武器有升级吗？没有，我们就是想说要去升级，更想去升级。怎么这么狠？正想打吧。你们的塔是？还是你们的塔？我们是一个兵，然后三个二阶塔。哦，你们是买二阶，我们是基础四个基础塔。我想说我们投资源给他们去打架，那我们还是都把重点放在塔，看守塔还是蛮重要的，然后装备不会掉，装备不会掉，武器要升，因为那时候是看团团我们才发现了，想说哎团团死了怎么又有装备，可恶，被发现了，被你们抓包，可是装备也好贵哦，超贵的，装备是真的很贵啦，装备是300武器的价格。至少不会掉啦，所以就会变成 CP 值蛮高的。是还不错，只是它如果有更多设定的话，应该就会更好，就是平衡性的部分之类的。大概这样，大概这样，体验一下，酷酷的，谢谢。好神好神，然后那个打怪去也都很激烈惨叫。那个怪物还是救命！我们最后就是在你们进攻的时候，然后呢，想到哎，你们都不在啊，为什么还会一直蹦蹦？哎，蹦蹦蹦蹦蹦蹦！他敲到，来不及了。怪物一直射，三四没事吗？没事吗？一点点，手打又要打，对，一点点，一点点还可以，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就走到了，一点点，一点点，什么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
这声音是太古达人。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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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是1.16.5。哦，那循环啊，循环循环，1.12之类的下降中，越来越。如果看到明天的话，可能大概1.2喽。贝塔版啊。那我先宰一下，不然我先宰一下。好，那真的不要先宰一下。哦，没有玩过1.2哎。1.2，你知道是没有指定方块的吗？是啥的？要红石吧？要红石，指定叫红石。纯红石哦，那时候幼稚园的时候就玩那个、啊。哦，现在18岁了，幼稚园差不多了、欸。那也不是在国小的时候了、哦，没有幼稚园，这些才10年而已。我还出生呢！哇，我大你3倍。哦，他竟然有那么小啊！我曾经小巧克、欸，我曾经小巧克。他竟然好小、啊，小地方小，大地方大。啊哦，人小志气大啊，人小志气大，度量大是哇哇哇哇，度量大，你是真的，就是一个形容词，代表你这个不小心点呢，对不对？对啊，是这样吗？度量也很大，不记仇。有啦，你最近你真的越来越大了。那条可以，度量比较大还是波波？我的，好不好？我的，是我的啦，我的啦，不要跟我抢了，我烂。好了，你啦，好了，给你，我赢了。好了，度量大，肚子哎，度量最大啦。讲出来了，说太快。哦，这款，那个，把我最喜欢的地图。哎，那材质包掉吗？哦，没有，这干净。你改版本了，不知道叫什么。波波的游戏，哇！波波最喜欢的游戏，波波的。接下来就更混乱了，因为14人都在同一边了。哦，我最喜欢，最不喜欢，还在出啊！作者哭了，作者在看，哭了。他精心一直努力，就为了让波波开心，就波一句不喜欢。没有，我跟你讲，是波波博士不喜欢。波波博士，作者精心设计的，哭了，哭了，精心挑选的，还没进来的举手，我还没进去。好啊，一直在下载1.16.5呢，对，他在宰。你1.16.4也可以进啊，如果你有1.16，行啦。是不是7.5啊？不是用点四，为什么要设五？干嘛？这样很漂亮，不要啦，没有，没事啦，没事啦，漂亮。怎么了？太行了！你在我前面走来走去，我觉得屯南建筑很厉害啊。我的建筑很厉害。我这边啊，那哈基这个啦。屯南，你怎么这么不会盖东西啊？你要加油呢。你要加油嘞！吓我错判，我还是练一下嘛，对不对？应该黑色。这他还有十枚，你们先跑一局好了。哦，我的天！这个花伯伯，我怎么？阿王可以用耳朵听，我们先介绍。对，我们可以先介绍啊。我们可以先来那个。宣言我记得最嗨嘛，还不错啊。对啊，宣言，耶耶耶，他没看到，不要讲。宣言模式，阿王就是他游戏里会有一些地方有箱子，那箱子的话，你拿 key 去打开，它就会有一些随机的道具。那重点是有地狱之心。对，那你只要收集5个地狱之心的话，你就会宣告说你要准备获胜了。那在场大家都会知道。那你只要逃过那个指定的时间，你只要1分钟都没有被大家打死的话，你就会独赢。那反过来，那1分钟内，如果你被人家打死，谁打死你，谁就会获胜。OK。好，有这个我剪过，我有印象。我剪过一遍，我剪过一遍。剪过地图，我要哭了。你现在就是那个。不要！不要！不要！
我手挖开了，手变得好玩了，做梦玩了，刚出事，刚有虫啊，我猪掉了，刚有虫啊，有怪异啊，疯狗被关在外面了。阿汪还有多久？我的这个他还有十 MB， 你们可以先一场，那我们先一场，可以先一场，对对对，好。这是多久啊？这样子吗？我不每一百秒也会有一个强制宣言哦。好，第一次玩，好，第一次玩，那就是看到波波宣言就打他就对了，这样子。好，东岸广场黄昏走起，饭团的咖啡厅，走去团团的店走，走，团团的店。没了，还开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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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在这张地图里啊，还开着，还开着，在我心中，在我们心中。谁是谁是谁是谁？啊，我直接讲吗？谁啊？你在干嘛？没有啊，没有，还没有。找也找不到，没有，我要找找我的面前是谁？我说我的面前是谁？打他了啦，不尊重。怪怪。什么东西？空巧克力，运气不好。巧克力，巧克力两颗了，巧克力两颗。啊！你看错别的吧？奇怪了，我觉得可以告哎。是镜头怎么亮绿灯？绿灯？那明明没开，怎么亮绿灯？波波，你是看什么？怪怪的。危险！因为波波说什么要帮我远端电脑调一下东西，然后后来就觉得怪怪的，他说我在干嘛？站在原地分享你画面，那你电脑会被抓，被那个会被警察抓走哎，不行。好，波波，你扫毒一下了。啊，箱子换了，箱子换枪了，对，每50秒箱子会重。受伤，受伤了。啊，我可以先跑掉。月月两颗了，月月两颗，有看到了。你怎么知道有两颗？你又知道两颗？知道。哦，你怎么都知道？那你背后波波的老天使，来龙灾。你觉得你那天是不是波波也连到你电脑？好像那天他有用一下我的电脑，我也不知道怎么了。怪的，怪怪的，在你电脑都有哎。哦，好可怕哦！一百秒会出现一个啊！哎，对，一百秒会强制宣言哦。是谁呢？是谁呢？不是我了，是我了。米飞，米飞，打米飞！米飞，三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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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啊，三分钟前是三楼啦。三分钟前，很安静哎。四十秒，还有四十秒。讲话，我起来了。我要不要讲一下它附近有什么颜色呢？白色对不对？白色，你没制止旁观者啦，对啊。90度，90度，快贿赂，快贿赂，在哪里？奇怪了，请我吃饭，我就出来让他打。哈哇，真的是好亏哦！好扯哦，就直接说拿不要钱的卤肉饭，没票。可是我来不及打了，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你来不及了，你来不及了，打他，打他一下！五天同庆。波波，你大概站在他那个附近大概有30秒吧，真的假的？真的很亲哎，团团，你对我们的很多圈很可怕哎。看到他的小雨，你带走几颗？你自己讲。说我，你猜？对，想想啊，猜看啊。重点观察，怪的哦，团团。咦，哎，这个游戏。总额应该是有限制的、啊，对不对？没记错的话。对啊，没有办法太多，所以我们人那么多，一定很惨。哇！洛伊，在我们的右边。在哪？在哪？在哪？在一楼，在一楼，在一楼，刚刚在一楼。一楼，一楼，一楼，同心一楼。我看到，我看到，一楼那个门框门口外，门面，门面，右转，右转，右转。团团团团吗？对，他在外面跑，外面，外围，外围，外围。右转，左转。他要进那个，他现在进楼梯，没有，他进楼梯，一楼楼梯，商店，商店，有有有，看到，看到，第二位，第二位。哎呀！呀！你怎么挡住了？哇！太可怕了！我居然让他赢了！
你怎么可以打诺英？好扯！我们刚刚都说要让诺英过。哦，心结、哦哦，哇！不过带着你们四颗的机会，我带走四颗。哇，你太老气了吧！女生讨厌哦，宝宝。没关系，我没关系，你也会被男生讨厌哦。这样不会有人喜欢你哦。哎哎。找不到地狱之心啊哎呀，中间集合了啦，看可不可以再集一个。有没有办法集资？我在二楼放一颗，你们自己打架吧。我有四颗啊！哇，原来是因为中间，中间我有一颗，中间。哦，这里有，这里有一颗，这里有一颗，真的有，真的有，啊，巧克力嘞，啊，巧克力嘞，巧克力也那个了，笑死，太无情了，你们太夸张了，好丑了，这些人太无情了，太无情了，他在楼上，他在楼上，他在三楼，三楼，巧克力三楼，三楼，三楼。三楼你没过，三楼大你绕过人了，跳过小雨的头，他跳过小雨的头，好扯好扯，跳在下面，好扯好扯，吃鸡的吃鸡的，来，白心的白心的，你别再打了，我操，他掉下来了，自己给你，自己给你。我这次人很好哎、欸，给你一颗地狱之心哦。丁星太少了。那我这次人很好哎、欸。哇，你跑掉了，然后就给他走了，哇。丁星。我还直接蹲在杰克后面，我想说他应该会走掉，然后结果他也没有。我想说冷嘞，啊你哪冷嘞？就高歌离席，太无情了。哎呦，就靠集资才获胜。对，可惜也是默默把中间摸走。你宣言好像能赢的人太少了，很少。你看看哪一个人会比较多？他说刺客帮派那种候选人吧。然后帮派候选人嘞？帮派是不是？帮候选人。哎，作者说的哦，宝宝，作者说的。那个帮派，我自己知道吗？他有剪过，他有剪过，对，可能要想一下。两队对决，那帮派就是最后一队人少的一方输。你被打死的话，怎么一直跳跳？被打死的话，那个我安回来，我安回来。OK， 被打死的话就会换队。好，对，那你如果换队太多次，累积五次的话，那你就会直接被淘汰。好好好。那。波波喜欢首领的还是两队混战的？那看我们阿王想要玩哪一种喽？我当然是看大家喜欢玩什么就玩什么啦。那我们就首领的，好吧？首领的，因为首领的你也可以躲藏到最后，那就事事难预料了，对不对？你躲藏到最后也是独赢哦。OK， 那就。五次会不会太少？五次还好吧，我觉得很快耶。我们人超多的，随机混队哦，随机首领哦，随机好，就择起好。咦，等一下才会知道首领是谁。这张地图超小，很难，很难锁哎。感觉五次就很快啊。对啊，很快哦。这地图没先躲好哦，那我就不躲了，直接在正中间。我要去三楼了，我要去三楼了。嗯，好的，我的要请我吃饭。繁星跟马伊，你要请我们？完了，有人要加入吗？有人加入吗？有人要加入？有人加入？你出多少？你出多少？要入股吗？你要出多少？你开什么店？会不会倒店？
太多了，太可怕了。你干嘛？我在我的颜色，我都没有啊。你知道我这边绕了一下，大概有四个人、五个人在你这里。麻烦你的颜色不是那个，你要找你的颜色。对啊，颜色。我跑！我跑！我跑！有人来了！有人来了！的，不是这里太多人了，有人来了！有人来了！有人来了！等一下，你们有找你了，大家来找你了。你们有钥匙吗？没有，没有，没有。那个，你要变成队友啊！你要变成队友，你变队伍才有。你没变队伍不会有，对，队伍才会有。完了，对，你要变队了。那个年薪没有找到，天哪，不可能吧？哇，居然被找到了，好扯！想不到哎，丢丢在哪？丢丢在哪？我所做都很重啊，结果这边，你们找到我了？怎么这么可怜？那我知道，丢在哪？丢丢在哪？干嘛啦？我们蓝队先很强啊，加入一下啊！哦，哎，你等下要变变其他颜色的了，你不动，不是找我，没有，没有，好，那个黄色二楼，黄色二楼可以看一下，你是哪队的？你是哪队的？来吧，我没有，不是我的人，这些是我的人，你走开。我要加入蓝蓝帮，蓝蓝帮，蓝蓝帮万岁！我要加入蓝蓝帮。对，蒙特你好。蓝蓝，你打不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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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给你打一打！哎，你在哪一个可恶？你先打一个。后面，后面，后面，后面。蓝蓝，回头，回头，回头！啊！六六六六六六六！我走里面，我走里面。蓝蓝，我走里面。我去。来来来来。欢迎加入蓝蓝帮！欢迎蓝蓝帮！我们两个看有没有治疗的？有有有有有！有了，我有了，我有了，十一啦！嘿，等下怪怪的，怪怪的，杰克，干嘛啦？我道具，哦，个屁虫哎！我那叫杰克还没有改变过杰克，绿色一楼，绿色一楼，绿色一楼，回头，有病啊！绿色一楼，看到了，看到了，看到，哇，打不赢，打不赢，打不赢就加入，打不赢，哎，杰克你打不我，杰克你打不我，我相信你可以的，我不行了，哇，你输了。救命啊！那个蚂蚁，红色二楼，红色二楼，红色二楼，巧克力，红色二楼，红色二楼，红色二楼，巧克力。他这个红色二楼，红色二楼，好二楼，来。不是，他往楼梯外面走，他在你旁边，你上去看他。右转，绿色，绿色了，绿色二楼。哪里？对对对，我是后面骑士，我后面骑士。刀，对，打我，打我。快多躲一分钟。打我爸爸怎么加速？他的灵压好强！你要救我！他灵压好强，快跑！可以！他灵压太强了！快到四次哎！怎么了？对啊，那也是可以打啦。我说可以吗？蚂蚁是找你来打干嘛啦？他输了。我被打爆了，绿队蓝队到处跑。
自古红蓝谁输低呢？真的，花心大萝卜，都吐出来了。对啊，黄队、绿队、红队都选了哦，不是黄，红蓝啊，哎，这是色盲啊。你要玩两队混战是不是？要啊，要玩别的，还是要玩候选人？候选人就比较不会一点。啊，候选人很强哦。对啊，因为我们很多人一直叫什么？候选人，候选人，候选人，候选人都会玩坏耶，可以打人就对了。候选人超乱的，不要打哈基就对了。打你也不要打他。为什么会有这个啊？为什么会有这个？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哦，完蛋了！完了，这感觉地图要爆炸了。不会啦，没事没事，我们安全安全。紫金方块 OK 的，你头上头上头上炸开了头上。没事啦。紫金方块啦，没事啊。哇哦，哇，候选人就是。那个对，这页最复杂、啊。一般人杀死候选人的话，那身份就会交换，你就会变成候选人啊。关键就是最后要成为候选人。嗯，对。那候选人杀死一般人，就是一般人直接被淘汰。嗯 ，OK。哦，对。那候选人杀死候选人的话，只是公布身份。这样子，就没事啊。关键就是哈基最爱玩的，一般人如果杀死一般人，那杀死的人，杀人方会被淘汰。嗯，大概这样子。对，阿王知道吗？我大概知道，上次剪过一次，但是还是没有懂。哦哦哦。没事，反正把好笑的地方剪下来就好了嘛。对，好笑就可以了，好笑就可以了。来啊，觉得很可疑，很可疑。没有啊，就黑色地毯，黑色地毯，觉得很可疑，可以。哇，直接。出事了！出事了！快跑啊！黑色地毯，那我没办法啊，那就是会这样的设定，对。哇，你笑得很开心哎！疑神疑鬼了，疑神疑鬼了，太危险了！新年的烟火，有人超开心，好爽哦！他一炸就开心了，嗯，跟鸡排一样，好开心，好棒，好开心，这太对，这很开心哎，快跑快跑快跑！哎呦，出事了，出事了，被炸了，被炸了，哦，没那么炸，没那么炸，别啊，这是场地有的被炸，哇哇哇，这是什么状况啊？自己做的事情，哇。阿基，怎么了？阿基，你怎么了？阿基，阿基，阿基，哇！这样子我们还可以玩哦，不是？哎，还可以玩哦，可以吗？还可以玩呢，只是有一张地图爆掉而已啦。没有招这张地图啊，捡到 TNT 可以用吗？捡到 TNT 可以用，捡到 TNT 可以用吗？好猛啊！可以用 TNT 可以用吗？哎，家穷力怪怪的，哎，冰月啦，还没偷打我，死一般哦，哦，你那就是冰月了，是不是？你为什么要看我？我想要当旁观者看啊。哦哦，越来越好样了，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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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谁是谁是谁演的？谁演的？是谁是谁杀的？是谁杀的？是我，小雨吧，小雨吧，没有，不是我，是我，那你那里还没有？杀死我！哈哈哈哈哈！我是怎样？是雨月的，是怎么回事？不是，看到了，看到会动的地方。小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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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会是谁？雨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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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雨，小雨，小雨刚刚把雨杀了。米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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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飞是候选人。好厉害！人被纳被淘汰。我是预言家啦。哇！小雨跟雨月的战争终于结束了。你换谁？终于结束了，终于结束了。啊，这什么？换谁？我连在旁边看，我都搞不清楚了。雨月今天桃子一直乱打。还有六个人活着。不要太惨了。阿宝。宝宝，宝宝是宝宝，是宝宝，是宝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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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我死了，我死了，宝宝砍我，宝宝砍我！韩星，韩星，哎呦，看到，看到，宝宝了，是宝宝呀！韩星，韩星，韩星，剧没有什么特别的，在房子，在房子，是你吗？不是你，他在演，他在演哦。有在演哦，有在演哦，你先把他打残呢，好，先打残看看，先打残看看，不是，繁星就这个，繁杰，繁杰，不是吗？波波吧，是不是你？你打死我你会死哦，你打死我你会死哦，哎，他情绪勒索，他情绪勒索，他情绪勒索，哎，哎呦喂，爸爸死了，剩下五个人，对，是，哎，波波你好凶哦。我说我好扯，什么东西？明明就还没开始，没怎样。我一个残血的在那边，繁星很坏，繁杰，繁杰，波波啦，波波，出来，波反，波反，你这最好来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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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架了，打架了，啊，很想打啊，三条，三条，民宿集合啦，民宿集合，楼下一楼。诺英在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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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诺英惨叫，诺英逃跑了，他怕了，逃跑了，逃跑了，里面不要进，里面在里面吗？那我不要进去了。走走，可是你不杀他，就他赢了。走走，这是英仔，走走走，我们去打他，打，走走走，英仔，英仔是我，英仔是我，英仔是我，英仔是钻石，钻石那边。哦，看到，看到，钻石。哎，隐形，你的帽帽不会，你的帽帽不会隐形。又不会隐形了。不会，不会隐形了。不会隐形。不是你啊！哎，阿总不见了，阿总呢？跑走了。你们一起死。你们猜说谁是哦？哎，一起死很容易出现 bug 哦，要猜一下。对啊，你们要猜一下哦。互相击倒对方，到底谁是候选人呢？发光了！哇哇哇！哦，繁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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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如果繁星是那另一个候选人是谁呢？是谁？是谁？嗯，波波吧？是谁呢？我不是啊，我现在都光了，现在不管了。洛英，你不是候选人就会输了，你一定得打。我不想打架。你就输了。我刚没有打死你耶。你要打才会赢，要打才会赢。繁星啊，繁星啊，繁星决定的，繁星宁可输在刀下，也不要直接被淘汰。是干嘛？诺英打他，诺英波波也可以，波波也可以，诺英打波波也可以。哎呦，你打啊！这个，哇，这都是要赢选人的，是不是？哇，我出不得！哎哎哎哎哎！这是哪里？这是哪里？我要输了。阿斗在 TNT 里面。对啊，这个 TNT 怎么又长出来了？对啊，就 bug 了，没办法。哇，太妥了！怎么长出来了？半格血啊！我也是半格啊！半格血，我已经输了。没有没有输了，没有办法拿输了。没有输了，炸毁了。所以刚刚是谁啊？繁星跟谁？刚刚是繁星。没有啊，波波赢而已。没有，只有波波，因为互相击倒，波波杀了。还是我没有互相击倒，没有，所以波波没死。刚刚你杀因为互相击倒，所以没有了。嗯，对，就是原本有两个，变只有一个。
刚刚有出一个 bug、哦、对哦，波波，你又要打我，两个一起死就会出现 bug， 两个一起死会有 bug， 我想两个一起死不是都没有，就是变成两个都是。对对对对对，不是不是两个都不是，就两个都是，很对啊对啊对啊，之前就变成两个都是，哦、好难怪哦，毒瘾哦，所以1.16的圣诞帽是骗人的就对了。哎，哦不行，笑得好累哦，真的，刚刚有人在混乱，都在人打人，不知道干嘛。到底是谁？那边乱砍砍我，混乱模式。到底是谁啊？这样乱打，真是。哦，真是的。哎呀呀，输回来，输回来了，输回来了，输回来了，迪叔，迪叔，我就在凑，人家不在就一直 Q 他，我、哦、好扯、哦，好扯。怎么了 ？Q 一下而已哦。好扯，他都哭了。没有，他很开心。你刚隐形的圣诞帽又……那你也很开心？对啊，奇怪、欸。那隐形的圣诞帽，你怎么可以开 OP 牌？圣诞帽回来了没？刺客模式也是多人哦，我忘记刺客模式。刺客是什么？去看一下。不知道。这比较少哎、欸。刺客模式，按杀人吗？选一个刺客。哦。暗杀，感觉要玩太久了，还要剩到最后一个，你要仔细杀，对啊，有点像狼人杀的感觉，嗯嗯，呀，哎呦，躲猫猫，好丑，好丑的耶，躲猫猫，经典躲猫猫，躲猫猫，猎杀者跟逃亡者，好不好？逃亡者很简单，指定时间内躲过就可以赢了，那你也可以拿到一些回血的道具啊，去使用 ，OK， 好。没问题，然后被抓好像就没了。300秒等于几分钟啊？三百秒几分钟？三百秒等于5分钟。五分钟，我算讲10分钟。哈哈哈哈哈！你的一分钟好像跟人家不太一样。一分钟特别，特别。那就三个鬼。好。还是更多、啊、四个鬼，哦，四个好多，一下就抓完了，真的吗？300秒啊！你笑什么？搞不好你要被砍嘞、欸！四个啊，四个、啊，反被霸凌吗？可以啊，可以砍我吗？为什么？为什么可以？为什么不行？为什么不行？我要躲，躲要躲了！哇，这张超难，不要这么难，很弱，你确定可以吗？这张图要怎么躲啊？我躲哪里啊？是有办法躲的。这张是鬼抓人吗？这是鬼抓人的，那么躲他了。救命！我们有一些道具可以用。我已经是好人，没关系。哎，我没有钥匙是正常的吗？因为你是鬼啊，正常啊。啊，对呀，你是鬼啊。哦，对，我是鬼。哦，对哦。不是你，不是鬼，你要躲，不然你要躲，你是人呢。要躲，要躲，你怎么打人不躲呀？你是谁？你是好人呐？不是，我是坏人。你好人，我想是好人呐。我是好人，好人，坏人。不是，我是好人。你人很好，好人。当个好人。怎么那么黑？手上拿东西，劝你弃械投降。弃械投降，弃械投降！妈，我跟你是同一队的，我跟你是同一队的。哎呀，不是，哎呀，我跟你是不了，我跟你是不了。死了！啊，完了！虚弱啊，不要走！你干嘛还在来？你心机很重。那你去找我，我回来。你心机很重，我跟你是同一队的。不要！我们有披风，我们都有披风。回血！我后面，我后面，我们都有披风。我不会怎么玩的，不会啦！好酷哦！不是啊，这很难躲哎。剩200秒啊，还有。还剩两个，没办法躲啊！这张，对，就是一直这张怎么玩呢？请弃械投降，放下武器。这一场崩溃，还要跑啦！跑太快，你跑好快！
一七七七，我跟你讲，鬼跑的还比较快啦，对，鬼跑快一点，所以你别跑了。他自己向地狱去吧！白色那边不要，都白色，都白色，都白色的。先生，你超速了！白色的，先生，你超速了！白色的，白色的，超速了！哎呦！我看这个白色的，学生你也超速了！太难了！太难了！太难了！怎么吐？这根本 DVD 嘛，没有 DVD 还可以翻，还是没有版啊？没有版可以翻。然后这张地图就只能最快速的，两队对决，只有两百秒哦，五次就没了。Roger， 两队对决，最后的两百秒。按下按钮会中央区域会被封锁。嗯，对啊，中间打下去了，变打下去了。困兽之道，没错。按下去啊，有本事按下去啊！谁？拿箱子！哎，完了完了，只有蓝队在中间啊！谁被困住了？谁困住？中间怎么一堆人被困住啊？打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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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一个狂徒在拿箱子。你跟我讲出来。好可怕！讲出来！啊，你看到了吗？好多人，好多人！宝宝，好多人，好多人！太多人了，看到还要看。快跑，快跑，快跑！出出快点！好多人，红红帮，哎，红红帮啊！不要啦！啊！为什么红红帮？嗯。我是一对七，七对七，我是红色的。你不是你自己？等一下，小心！红色的，红色的，红色的。我是一个少年，你是一个出生点，你是一个出生点。来加入我们红红帮吧！加入红红帮，红红帮！我要死了！我死了！我快不行了！红红帮，我也不行了！红红帮，我要死了！我已经死了四次了，到底是为什么？完了，我蓝蓝帮，我蓝蓝帮，我没了。好了，让波波变成全部你队了。被封锁，被封锁。杰克，你陪我一下，杰克陪我一下，杰克陪我一下。我赢了，我赌，我不行，我不行啊。哎呀，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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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加我一下，加入一下。要不要来一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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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我以为这个游戏是让我受伤哎，为什么我也受伤？不要不要不要！可以的，不要。杰克小心，杰克小心！我要重回，我要重回红红帮，救命啊！让我来帮红红帮，很美好。不加入不加入，中间中间红红帮，救命！不欢迎不欢迎，欢迎加我加我。60秒了，被关起来了，被关起来了，就对了。他竟直接被绑架，我的天啊！打我，打我，快打我，快点打我，快打我，打我，快点打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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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不行？哥哥，你打我，打我，打我，快跑，快跑，快跑，快打我，快打我！有加速，杰克有加速。啊！谁打了？谁打了？为什么？我以为这个游戏受伤只有波波哎，为什么我也死掉了？为什么？杰克呢？原来是哈利哦！不行了，哈利打过内鬼，别说内鬼，你怎么打下去了？也没有人获胜，没有人受伤。绿队获胜，绿队获胜，绿队是绝对被淘汰的。好难过。你说蹲那个出生点来回狂砍，也不管啥，那只砍就对。砍了三天三夜。但是梦娜出来还在翻箱，然后殊不知我在后面看他很久，等他无敌结束，直接砍，直接砍，好玩好玩好玩！你在这个作者更新到1.17、1.18，
可能又有新的模式，期待期待。可以出那个、啊、抓鬼特工队的模式吗？对啊，对啊，自己研究一下，因为那张是国外地图，对啊，好好玩啊。没问题，休息，休息，休息啦。没有啦，刚刚没玩到不开心啦，只是很困惑，头很痛而已，要手又要打，那这样就真的是怎么讲，难找到一个平衡点吗？好啦，就这样，感谢各位。最近其实这个时间点超想睡的，所以我关台后就直接去睡着睡觉了。啊，就这样，我们来看看还有谁开台。摩卡刚刚有跑来，那就没开台。哦，还有谁？哇，我订阅的有30多个在开台。打打有没有？哇，这个不会有。会有诱答，那我去看。这是谁？有个单线。他刚好开，我知道啊，我知道他八点都有开。好啦，好没什么人，我等一下会来这边晃一下。如果要想来找我的，可以来这边找。好啦，大家晚安，拜拜拜拜拜拜。